好，来向今日新闻一开始来关心，河北定婚啊，高排水当地咧进行第五期改善甲桥梁的工程。即个改善工程范围哦，讲按即个中和路三大大厦桥开始，到嘉定路嘉定桥，原来就是防化拢是突破形成的，加上防化甲桥梁跨度不足，拄着好大雨就会来造成附近的地区淹水。为着改善即个状况，中华县政府是向中央争取着8083万的补助，加上中华县政府的配合款2022万，总工程经费哦，共有1105万，预定伫咧114年的7月初完工。番仔沟排水位伫中华边缘，水会流过中华、河北、鹿港甲陕西四个乡镇市，因为地势较低，排水无简单。加上最近几年受到极端气候影响，容易造成淹水灾情。官府是向中央争取8000万，加上捐款2000万，总共预注1105万，要来启动番仔沟排水第五期的改善工程。这一个我们也特别感谢县长哦，因为这一段大概146公尺，其实这一段的经费是传统的经费2到3倍哦，那县长也非常支持。那这一段也完成了，那完成之后也达到我们的预期效应。也特别感谢市长、副市长啊，所有议员对咱预算的这个支持。那这个工程啊，还有一个第六期哦，我咧希望讲迅速来完成，甲规个番仔沟为第一期到第六期的工程做一个收煞，互咱的乡亲，无论讲是生活品质也好，还是讲咧这个治水安全也好，拢有一个更较好的这个保障。啊，在这边也要谢谢我们陈处长带领着我们所有的水利处的同仁们哦，足用心，没有一段一段安尼甲衔接起来。县长王惠美、河北镇长林基林以及各级民意代表，拢到番仔沟排水改善工程现场来视察施工状况。对我们河美这啊番仔沟排水特别的重视，也特别重视我们河美这边的排水哈。啊，光我们河美这边的啊排水治理呢，他已经花了好几亿，包括我们河美市区的 L 干线啊，有7000多万，也是从去年就开始发包。第五期的工程就要来改善大厦二号桥、嘉定桥、无名桥等三班桥，而且双边防滑长度总计940公尺，而且来拓宽强化排水的能力。工程预计伫明年7月来完工，未来将改善河北镇大厦甲嘉里里淹水问题，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。大中华新闻叶宏武，何必彩虹报道？